部各大车辆的一个见证，以及我们全球五大置业的活动的举办，都让我们全台湾的师友刮目相看。过去的一个年度，在会员保留，在会员发展，也都有非常卓越的成绩，尤其是在 LCIF 的捐款，我们人均世界第一，是不是给我们郭李桂香议长一个肯定的掌声？